可能还黄河体呀、啊。我说随缘吧，啊、哦，机会可能不是很大。院长，那昨天那个台中教室啊，那个严庆彪董事长对不对？有在台上喊话，希望您跟郭董能够赶快回家。我的人马都是参与路线，从来没有像这个、哦、会长，也可以算是我的人马。郭成先生也是我办公室主任的，他不是到处都是在帮韩国瑜路线。那院长，那最后时间你会帮他造势同台吗？对，那是另外一码事，对不对？我要有自己的尊严，对不对？他特别软吗？施政方面我哎，看哪一方面呢？各方面，施政啊，做事啊，有软有硬啊，该做的他还是尽量去做啊。你们认为他两岸是软是不是？没有啊，两岸他的热烈是维持好稳定和平啊。因为他主要是针对苹果跟三菱啊，苹果方面呢，他也正式向三桂呢都提出问题的嘛，啊，我想其实要给予一个正面答复比较好，啊，给予新闻的自由。